喜来人生路，喜歌斗阵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在下昼长的时间准时甲张丽斗阵来看戏。到十分为止，精彩的一门三进士就全部播送了了。在故事最后啊，周子清一回到厝内，伊的夫人就甲伊讲，已经找到伊亲生的一个老母。激动的周子清就马上啊要去一个熊府找熊天宝，向伊说明当年厝内的变故。那周子清佫想要甲熊天宝啊斗阵去甲母亲小林，嘛佫无想到熊天宝讲无愿意认一个查某囝来做老母，兄弟两人嘛因为这件代志闹上一个公堂，结果新妈咪正是因的亲生老爸张文德。张文德在安尼的情况下呀，知影了所有代志，赶紧走去甲孙秀林小林，那熊天宝佮伊的夫人阿花啊来向孙秀林赔礼认错。计讲哥派嘛是家己亲生的囡仔，所以孙秀玲最后也选择了原谅伊，一家人欢欢喜喜大团圆。接下来，咱要来看的是漳州红殿香格团为咱带来的金玉奇缘，这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嘞？我唔计讲，赶紧甲张丽斗阵来看戏。两楼万点金，风吹水气满朝廷，海外渔翁来进宝，山中大户天机灵，讲大明天启帝在位，自古登基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今达探半兵，兴兵犯境，国王已经派兵进讨，姿态加殷。今早我加查条，将轻腰奔走来，无须退帮。出，
前有数去找尊卿找来行客万岁边关干军王后上来必信边关万岁相平会贪死怕死刀口还班恰万岁将一定罪了哎这万岁啊万岁就那相平会万岁四大忠良南京北迁布国安邦其也贪死怕死刀行反邦请我红三思三思哎呀万岁呀、啊、万岁呀、啊、小南郭天贵与相平会两人乃是秦王之亲今日分明乃是贪腐反贪应该将军一同蒙罪了啊李公先生应该将军一同蒙罪了好闹了、哎在金殿之上傲大大神由他国王欺君大罪罪在本下殿前莫属在万岁将我天规弃掉官带阿春我们开刀出征娘子一切动作万岁万岁真不需要地火金请万岁出这一刀威胁将王相国两家朝革命主了共尊卿所造共出这一刀令你大领二人军将王朝革命作不得有误威胁娘子共雕书一笔上下会议
巧了。不如告我与小兵前往我府通风报信，就是。为何至今尚未回府？我也回府。我爹爹回来了，替我出外迎接。爹爹，海里面你，谢爹爹。嗨，爹爹，你破家回来，为何唉声叹气？海里有所不知，今日我家炸掉，我文斌，我找乡亲会万岁，刀行反帮。你父在金殿之上，罗大赶差，谁在出我大娘头？被万岁阿出我们开刀出。哎呀！闻听此言，气更紧，家己出去没甘心，做恶做恶害人民，烦恼是非来乱朝廷。阿姨，你们哪里进去？海里面将翁国父通风报信。阿姨，你唔通惊大家，要传消下。嗯，海里怎样？够死了。但愿冲天庇佑啊！贤妹，为兄外出访友，母亲身体不好，你要多加照顾，我无久就回来。哥哥一路小心。那为兄去了。哎
人出了什么事了？金殿之先何文斌落干擦，误遭县平会元帅甲岳父大人两人勾结反帮，岳父痛打干擦，碎了石手趴在龙头，万岁大怒，将岳父大人一。啊、出国门开刀出战、啊、小姐小姐小姐请来呀、啊、阿团来杨瑞Cheers!
一边讲话啊。公主，你爹做奸臣无憾，被万岁开刀处斩，如今又换影行道，要来擒掠恁兄弟啦！啊！处处当惊，当惊哦！哎呀！公主啊，起来呀！然后以后再做报仇，这行。
场畅想之旅，想一场碧海金沙的日落，想一片洁净无瑕的海滩，想一片色彩斑斓的花海，想一个万物共生的自然。在这里，旅游是一种享受，享用文化大餐，享受文明成果，漫品人间烟火，享受美好生活。文明旅游，畅享欢乐。让人知影，咱啊手工袂得啊！你哟，惊什么？紧去！
气。小林家啊，找来，秋姐啊，你看伊呀，叫袂精神咯。是。哎呀，伊分明是。小姐姐，这是什么所在呀？是啊，乃是陈家庄王月虎。王月虎，我怎样在此啊？前日啊，你啊被老虎咬伤，是阮小姐将你救回府的。哦，是小姐救了我吗？是啊，阮小姐伊啊名叫陈金娥，是一个武艺高强的查某囡仔头。那我应该感谢小姐救命之恩啊！应该是啊，应该是啊，替我去叫阮小姐啊！咦，你看，阮小姐伊来啦！小姐、啊，公主免礼。感谢小姐救命大恩、啊。公主不需客气，来来来，请坐。坐。阮小姐叫你坐，你就坐。Thank you.
多谢小姐真心照顾，小心身体已经全部复原了。当不敌公主你细心描述，因何会流露此处啊？这公主啊，阮小姐乃是好人，你笑着讲吧。不瞒小姐，小心乃是朝廷钦患啊！钦患，多谢小姐救命大恩。小姐你若是有恻隐之心，就让小心多生气吧。请问公主啊？
怎个踮伫遮呢？哦，阿爹，我是来看花的。阿爹，来，请坐，请坐。哎呀，无咯，要太拖这条呢。啊，阿爹，啊是发生什么事呢？啊有大大急事呢。什么大大急事啊？哇，女儿啊，你也唔知影吼？哦，拄只官兵找你上门来咯。哈，官兵找上门？哎呦，讲咩的啊？迄个什么侵犯呢？侵犯？哟，哦，迄个侵犯就是迄个吴天贵的后生，叫做吴玉生啦。吴玉生哦，哎呦，这，查某囝啊，你敢会捌字吼？哎呀，阿弟啊，女儿侵受贵报，你偷偷会捌什么侵犯呢？哦，好，唔捌是上好，啊，唔过啊。迄官兵讲侵犯踮伫咱兜，叫我讲着掠去狗呢。阿弟啊，人伫咧讲啊，武者乌道，你偷偷会放迄个乌道屎咧。好，无是上好。啊，唔过啊，我将咱这府内府外拢已经敲烫烫，对，只剩这间花房也未敲，我来去敲敲的。那哪无失踪，什么情况？啊，是要阁敲什么嘛？原来啊，难道嘛拢在家？难道你连我嘛不相信吗？是啊，阿弟啊，难道你连你查某囝都算不信咯？哼！信啦，我相信，你甲我闪啦，相信。公主啊，天为难啊！王贵啊，小姐救我，天为难，待官待地。起来，小娘，公主来。阿弟啊！一些俗事在，可能办呢？一表人才，赛盘，难怪女儿。
秋风跟我过来。元贵有何吩咐？将这个少年家给我。阿爹、啊。哎呀，我是讲带落去客厅办一桌啊，好料好料的，通予公主啊吃。啊、哦。好，我知影啦。原来啊，元贵是要好好对待公主伊。啊，进去进去啊、哦。哎，公主，你过来。啊！你唔连你甲我搞个个，有你这个查某囝，都我这个老爸。查某囝，我问你，你对迄个公主是有意爱啊，无意爱？啊，我想要甲伊招来做囝婿。啊，唔知查某囝你想怎样呢？阿爹，我碗都无你底半个碗。阿爹，我。哎呀，查某囝，你那是讲有爱就爱，那是无爱我就将伊。哎，阿爹，查某囝的，就请你那不情愿，你爹也生麻烦烦，将伊抓好官府去严办，伊的生死跟咱无相干。今天的金玉奇缘作为观众朋友您播送到这，精彩好戏是不是感觉看不到歌曲呢？忘记明天的上一个时间